你最近怎么老是莫名其妙？发生急事？你们什么时候有新的毛病？吃饭还需要不用钱？还有，你不许突然说一些什么莫名其妙的话，然后又摆出一副吓人的姿势，然后你不许突然……关就行。一会儿还有别的事。如果是给你上完药不算太晚的话，我还可以去刑部整理一下案情。但是我受伤了，难得轻了，我留下来照顾。是在关心我吗？算是在关心我吗？我看了。花叶已散，夫人半晌未归，想来是宫中太大迷了路，臣着急，这才来接人。郎君已为您和夫人备好卧房。要干嘛？都说了为我们夫妻二人准备好房间了。但人家看了不舒服。看到了怎样？我就是要让人家看到你坐实我们夫妻婚姻。